我们先来用月光花来打败这个海盗僵尸吧。哇，小朋友快看，土豆地雷开始发光，它要爆炸了。芦笋战机准备就位。樱桃，我是小丸子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你们绝对没有玩过的玩具。噔噔噔，植物大战僵尸套装玩具。哼，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玩具，我的绝对要比樱桃的更好玩。今天我带来的是全新声光植物大战僵尸玩具，和它的可不一样哦。哼，肯定我的比你的好玩。我的比你的好玩。我的比你的好玩。我的更好玩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那不如这样吧，今天就让小朋友们决定谁的玩具更好玩。好的，那先来展示一下我的玩具吧。噔噔噔噔，现在玩具已经全部拿出来了。耶！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月光花，它下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。哇，不愧是声光玩具，它能发出美丽的光芒。下面这个蓝色的呢，是它的炮弹，我们把炮弹安进去，它后面有一个发射炮弹的按钮，只要一摁，这个炮弹就可以飞出去了。哇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土豆地雷，它好 Q 好可爱呀，它的眼睛很萌，它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，我们摁一下，它就可以嘣爆炸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僵尸，它的头和身体是分离的，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海盗头安到这个身体上。哇，它居然发出了声音。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些植物来攻打这个海盗僵尸了。我们先来用月光花来打败这个海盗僵尸吧。我们打败了海盗僵尸，这个月光花也太厉害了吧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用这两个可爱的土豆地雷来打败海盗僵尸了。哇哦，海盗僵尸开始进攻植物家园了。哇，小朋友快看，土豆地雷开始发光，它要爆炸了。这个玩具真的是太好玩了，小丸子太喜欢这个玩具了。哼，你这算什么呀，一点都不好玩，还是看我的吧。噔噔，小朋友们你们看，这就是我的玩具了。噔噔噔噔，哇，这里的植物好多呀。首先是这个向日葵，阿斗阿斗，它可以为植物提供能量。然后还有两个炸弹，一个是辣椒炸弹，一个是樱桃炸弹。哎，它的名字居然和我的重名了。还有一个战斗力非常强的植物，它就是芦笋战机。看，这个就是它的炮弹，我们要把它们结合起来，然后轻轻按动它的叶子，呦，就可以发射出去了。然后还有最后一个，他就是我们的海盗僵尸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战吧。 Ready, go! 首先要出场的是我们的火爆辣椒，看它发着红色的光，看起来很凶的样子。哼，啊，怎么这个僵尸毫发无损呀。 Oh no! 这个火爆辣椒也太弱了吧，不行不行，我们换下一位吧。看我们的樱桃炸弹，它同样冒着红光，看起来也是很凶的样子。什么，这海盗僵尸的防御力也太强了吧。 Oh no! 不行不行，这要请出我们最后的重量级选手，芦笋战机。准备就位。
太厉害了吧，上来就把海盗僵尸给 KO 了，不愧是我们的重量级选手呀。哇，这个玩具也太棒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们的玩具谁更好玩呢？喜欢樱桃的扣一，喜欢丸子姐姐的扣二。我们评论区见哟，拜拜。